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Ghibli Wings 即将发货，本期视频就是围绕着 Ghibli Wings 掌机用 iSolid Display Pro 提供四档校色方案，色温从默认的 6500K、7000K、7500K、8000K 分别进行校色对比。所有的校色文件我会分享到评论区供大家下载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做到这里，大家的点赞、投币、收藏就是我新视频源源不断的动力，谢谢大家观看。